站用户喜欢亲切的称 B 站为小特战。你妈呀，敲就敲，你敲啊敲啊。小虫小弟竟敢班门弄斧，我是晶晶，一个梦想成为美妆博主的健身博主。妈耶！大家好，我是詹云，一个浑身都是戏的混迹在美妆区的相卡主。Hello， 大家好，我叫哈尼亚。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智丽。期待啊，双粉儿，给我拍瘦的，能一起玩的很开心。咱们不能被这个大城市的浮华迷住个双眼。因为年底是清账的时候，咱们化一个狠的妆出去要账，不用被拒绝。清个屁吧！有参考价值的，大家都可以化的。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在 B 站里面说，跟我比，我体重大，应该没有人能打得过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我的化妆水平敢说是第二，那谁都敢说是第一。节目录完以后，一个都别想跑。已经墙上八个关键词，你可以自己挑两个。OK。仿哈尼亚妆，这个得等哈尼亚来了我才知道怎么仿。Hello， 宝贝，你做太端正了。还有两个是谁啊？我猜到一个是哈尼亚酱，因为我拆这个信封的时候。哦，你拆了，看到别人仿哈尼亚妆。哦，我天呀，还有这种路子。Hello， 那个导演让我们交代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要保持一致的坐姿。好，嗯，对，但他教我搞不来，膝盖并住，不是膝盖，他说膝盖并住，抬头挺胸，收腹，收下巴，收下巴，收下巴，对，下巴太大了，自己受不了，努力保持微笑，我也受不了。他讲演，那你是不是没有挑关键词啊？那现在可以拿了，对，现在可以拿了。刘老板，姐，啊，可以啊，可以看了吗？可以。Hello， 那这就剩两个，没什么看。对于我来说不难，我就超 happy。哎，我的那个我还做了一个标记，你是叠了个小船吗？啊，对，是谁抽到的？我抽到的。日常，我来晚，我不，我不。嗨，那你们写了什么关系？我日常。啊，我其实我很不日常的，我没有一个妆是日常的。是因为咱们我特别不喜欢画日常。那咱们就。我不给你换啊，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是我自己的，哎，这个真的出血，出血，因为我刚来的时候那个威海下着大雪，然后我就装乖，哦，这个也简单，这个也简单，这个就是我现在的吧，真的不用画了，我防哈尼亚妆，哇，你们下手都好轻，这个是我鬼畜我写的，你下手也太，哎，不是，哎呀，哎呀，怎么了？哎呀。俩挑一个是吗？啊，哎妈呀，我都想脱了。听一下哈，下面进入第一环节。本期节目需要根据大家拿到的妆容关键词，用我们提供的化妆工具为自己打造一款妆容，最后由我们观众选出本场最佳 C 位。本场最佳 C 位的获得者可以为粉丝赢得惊喜美妆大礼包。下面进入第一个环节，节目组准备了化妆工具。四位 UP 需要根据大家早上进棚的先后顺序，进化妆间挑选自己想要的工具。注意，每个品类只允许一位 UP 挑选哦。节目组会提前撤下上一位 UP 已经挑选过的品类，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那你们可以都拿走。那我不是，那你这开就什么都没有。好，那我们第一位晶晶可能翻身了，所以你不能下手太狠，不要太狠啊！对你下手太狠，我们会报复你的。哎，你们猜猜晶晶一共会拿什么工具？不知道，他应该会拿口红吧 ？OK， 就这个。行吧。哇哦！双江光光，那我选完喽。啊，他回来了，他回来了。我看到了，他拿了我不是那么自私的人。他拿了面霜，能给我们看看吗？刷子一套，我这么好，不至于吧？我跟你讲，刚刚我都想提一会儿，我们三个人一起斗地主，斗对付你。然后你看，我都没有说这个话，我憋了这么久。那这个盒子好好看呐、啊，
我的天哪，来我夸他五分钟，然后希望教练爸爸能看见我。快别说了，快去拿你，快回来，我去了，在哪儿不要忘了你的承诺。我来啦，哎呀啊，这个我自己家里买过，这个超好用，我要拿这个。不是命，是妆前，妆前我要，我是干皮。哎，做 C 位，粉底的话，哎呀，这个也是我们家有的。不是还有点白？白就白吧，大不了涂脖子上，反正不是我的东西，节目组的。哎，这个礼盒好可爱啊，但是它里边有刷子吗？没有，但是有眉笔和睫毛膏，还有个腮红，那就它了。秃子他亲妈，没有颅顶人之选。好，我看一下够不够啊，不能给后边人耽误了。头发、底妆、粉底、散粉、阴影高光，然后妆前、眼影、口红找了两支，然后腮红这里面也有眼影，有腮红，东西非常的齐全。可以不还给节目组吗？大方，大家都来报名这个好节目。他说一去拿完就回，现在过去要有十分钟了。说了我课都到没了，给大家朗诵一个唐诗三百首。这河岸的金柳，下一句是什么来着？什么是夕阳中的新娘？啊，对对，哎，有文化，化妆技术又好又有文化，不是，怪不得能红。这都哎呀，有面有我呢，这都还可不得了，可不得了。不，我这哎，我回来了。你来来，看看你来，东西挺多的，先看看。我拿了底妆，但是我没有刷子。那刷子是没有选的。啊，别不要忘记啊啊！你没有刷子了，你别想了，不会有了。我们来交流一下，这个颜色超级自然，是吗？对，它这个就是得配一个那种小刷子往脸上。哦，但是我没有化妆刷子。到时候我来之前，我想的以为就是他们会请那些搞 cosplay 的那些化妆博主，就是画的特别好。一看大家好像也都半斤八两。哎，对对对，我一下就放松了。哇哇哇哇哇！看看有什么。天哪，天助我也！哇，天哪，欧莱雅吸油棒耶！只有一盘眼影了，如果拿了小智就没得画了。我要不挑战一下用口红当眼影，把这个留给他吧。资生堂二号定型水，头发有点油吧，可以搞一个。哎呀。我拿了是不是它没有粉底液了，只能拿了这102了。我现在我用的是101，脸上的颜色有点白，穿卫衣还是画白一点啊。哦，这个可以，我就拿它当眼影画好了。这个是雅顿粉胶，这个好用，拿着可以当妆前。还有一个高光 MAC 高光，利好啊，利好利好。刷子真的不给刷子吗？我要用手上粉底液，不可能，绝不可能。哎呦，那这个当我的粉底液调色板吧。你看汉娜就已经没有什么可拿的了，你看到没？谢谢你都已经这样了吗？谢谢你给我留的欧莱雅吸油棒啊！我给你留了一个宝贝，我没拿，我准备拿唇釉当眼影了。我把眼影留给你。我说你怎么拿这么多眼影？我留眼影，就一到你这里都已经只剩口红了吗？天哪，我已经有但是你有眼影。你也别想了，你去了就回来吧，我们等着你。在哪呀？是就这点了吗？您不说我都没发开。您不说我还没发现这么多化妆品摆在这。哎呦，哎，我不敢相信节目组这么对吗？嗨。没哭，天哪，他没有给你增加东西吗？别说了，最神奇的是这个眼影啊，你看这个色。我告诉你这个怎么用啊，这是能用的，宝贝。这个颜色，画眉毛、眼线、眉毛，这个给它这样蹭蹭蹭蹭蹭再粘两下，就是腮红。这个点亮眼头，或者是画个卧蚕，这个颜色。口红，哎呦，你把这个粉来，我给你整。我给你想的策略就是，你就整上就装彩，揉一揉，你就在那儿哭，点点点、哎。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画不了。反正最后是消费者评分，大家粉加水，它不就是它不就是唇蜜的样子吗？哎呦我去，有了。
你必有了。给你想个策略，你来抱我大腿。啊，来抱我大腿。行，我真的得去抱你大腿。Hello， 我们下面进入下一趴哦。答题环节决定了化妆环节的化妆时间，基础化妆时间五分钟，答对一题增加30秒，答错不倒扣，但要现场接受惩罚。累计化妆时间最短的 UP 需要在化妆时接受神秘打惩罚。所以他就是逼我这种一直让你们抢吧，我不在乎的人必须往上抢，我懂了。B 站用户喜欢亲切的称 B 站为小破站。对，小破站。谁说？你想的。你来试一下，插我手。是吗？我不选，我选择不脱鞋。我要站上去，我就会飞起来。花落知多少的前一句。出言不学小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答多了，你这扣分。扣分，扣分，答多了。这不笑一下这个学识吗？这个山东九年义务教育，这都不是摆上的。好，下一题。真是一个山东学子的骄傲。下面哪种剧种被称为中国百戏之师 ？A. 京剧 ，B. 黄梅戏 ，C. 昆曲 ，D. 粤剧。京剧吧。回答错误。这是什么？哦、行，我来了。我来了，我记得可大哈。嗯，好的。哎呀妈呀！不是你挑就挑，你知道打针最害怕就是那三名护士老师摸你屁股的那个瞬间，太吓人了，你知道吗？来来来来来，你挑啊！我吓我吓你，你吓吓我，我来了，我真来了。嗯，来了吧。来了。你自己吵得慌吗？我想说这是惩罚我的吗？曹雪芹是家喻户晓的文学家，请问雪芹是他的什么称谓 ？A 名 ，B 字 ，C 号 ，D 姓。字。回答错误。啊！啊，你还会玩这个东西？没有水，假的。节目效果，谢谢导演。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句诗描写的是谁的爱情故事 ？A. 牛郎织女 ，B. 唐明皇和杨贵妃 ，C.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 ，D. 梁山伯和祝英台。那个杨贵妃选 B，那是啊，回答正确。你看我不勇敢的时候就能选对，勇敢的时候就选不对。不赌则赢，逢赌必输。对，不赌则赢，逢赌必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句话最早是谁提出的 ？A. 孟子 B. 孔子 C. 庄子 D. 老子。来，我猜孟子。回答正确。五人的婚礼在什么时间举行、啊、？A. 早上 B. 中午 C. 傍晚 D. 凌晨。说啥事儿？婚礼、C 吧。回答正确。我国书法欧体是指谁的字体 ？A. 欧阳修 B. 欧阳询 C. 欧阳锋 D. 欧阳生。欧阳询。回答正确。拍电影时常用的杀青原指什么 ？A. 制作竹筒的一道工序 ，B. 加工新茶的一种方式 ，C. 古代的一种告别礼仪 ，D. 绘画的一种方式。开始抢答。谁敢上 ？B. 我说的我相信。好 ，B. 杀猪啊？不是，制茶的一道工艺。制茶一道工艺。回答错误，正确答案是。我错了。制作竹筒的一道工序。竹筒。啊。我之前好像看过这个书。不行，古风街我真是卸妆了，当场卸妆，没有任何体面可言。啊，哈尼亚吹的时候唱首歌吧。雪花飘飘。哼，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我就这件。有点不好意思了。3、2、1，开
太难了，晕出来一个眼窝。说实话，没有适合我颜色的粉底液。刷痕可以用打圈处理的方法。不是，我特意挑了一个隐蔽的角落。小哥哥，我报警了，你赶紧你不要，哎呀，我没有，这都是我凭自己实力带进场的。嗨，我主动上交吧，不忍心欺骗，刚才辛苦好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来抱我大腿。那我就你随便啊。那我就不客气。你可以刷的，我没时间抓你。也都半斤八两了。对对对，我一下就放松了。首先这个既然第一步我们已经失败了，然后第二步我们就是要用从隔壁偷来的粉底液快速涂匀全脸。哦，好刺激，我现在我的手是稳如狗，大家看我的手是很稳很稳的哦。专业素养，考验专业素养的时候到了。上个浅咖色，加深眼尾。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把一打在公屏上。我到点了，我到点了，最后一秒。加油呀！我画完了，我基本是全妆。公开出行了，只有智力还有时间哦。但是你家智力已经没啥可用的了。等来年秋风起。